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谈人生的责任是什么。人并不只是这个世界的客人，人一生下来就背负着许多的责任，小至个人的性命生家，大至社会族群国家。因此呢，从懂事的时候起，我们就必须积极努力，认真工作，追求成功，才算得上是完成了人生大大小小的责任。那么人生的责任是满足个人内在的需求，还是受到外在人为期望的驱策呢？让我们来请教Sheng-yen法师。事实上很多人呢，一方面不知道责任是什么，一方面觉得责任太多了。其实在佛教徒的立场来说啊，人生的责任只有两个项目，第一是还愿来的，第二是还报来的。所谓还愿呢，是我们过去啊曾经答应的，曾经许的愿而没有实践，没有兑现，所以我们这次来是还愿。这是还愿呢，也分成两类，一类呢是菩萨的愿，一类呢是人情的愿。所以人情就是凡夫啊，人与人之间呢，就是许一个愿给什么人，许一个愿给什么人。比如说我小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常常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孩子们呐、啊，都是。”没有什么用啊。我说妈妈你不要担心，当我长大之后呢，我就很有用，母亲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啊。结果我还没有长大，我的母亲就过世了，那我那个愿就没有还来了。这个是一个人情的愿，这个不是菩萨的愿了。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菩萨的愿呢，就是不是因为是感情的问题许的愿，而是呢自己就是为了慈悲心，要救苦救难救众生，所以呢向阿弥陀佛有48个愿。但他发愿是什么时候发的呢？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是刚刚啊在做菩萨的开始就发了这样的愿的。还有像地藏菩萨有说地犹未空誓不成佛，那也是啊就是发的悲愿了。而且地藏菩萨是一次又一次的发了这么大的愿。那么还有普贤菩萨有10大愿，这也是啊这菩萨法的愿，愿愿都是为了成就众生，为了广度众生，为了成熟众生，救济众生，这都是呢就是菩萨的愿。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大概是就发的人情的愿，可是我们在一生之中可能有很多人发了愿的，也有过去呢在过去世之中好多事发了愿没有兑现的，或者是呢愿心还没有满的。另外呢我讲啊，人的责任呢是来还报的，我们过去是欠了人家的债，欠人家的情，欠人家的恩，我们就是需要啊这一生来还债。那么我们这个还怎么还法呢？有的是主动的还，有的是被动的还。所以主动的还就是不需要人家来讨债呀、啊、我们就主动的对社会有奉献，对人群有啊利益，尽自己的力来尽心尽力啊，来造福于社会，造福于人群。任何人希望我们帮助，
或者是他不知道希望我帮助，但是我有那个能力帮助，那我们就去帮助他，这个是主动的。有一种是被动的，被动的报酬，这个不是报酬了，被动的这个受报，那就是啊，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呢又非要你呀、去接受这样的事实，让你病痛，让你受折磨，让你呀、受损失，让你呀、不自由，让你呀、不顺利，让身心受煎熬，让你环境呢不自在，像这样子的类似的情况呢，多是叫做啊是被动的还债，也就是被动的还报。我们呢，如果有了这样子的一种观念之后呢，如果有这样子的认识之后啊，面对着任何好事、坏事，都能够以平常心呢来看待。因为这个需要自己来负担的责任，不是人家给我的责任，而是我们呢本来就应该要担起的责任。面对着这个不幸的环境、不幸的遭遇，这个时候不要觉得难过，因为我们来的人生的责任就是要接受这种事实，来改善我们的未来的呀前程。所以是呢，一边还愿呢，一边呢还受报，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我们呢，如果说知道了这种了解了，或者是肯定了这种态度、这种观念呢，那我们可以说时时刻刻都是啊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尽责、负责，不是啊逃债，不是啊逃避现实的人。而人家来看我们的时候呢，也觉得我们是啊非常值得人信赖，也非常值得人呢、敬佩，非常啊值得人呢、这个爱戴的人。为什么？我们是一个永远付出的人。